今天是2002年的11月17号，现在重庆疫情今天新增应该是4000多个。我去物业签了一张生死状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出去。为什么要出去呢？因为店里面在封控以前加工的眼镜到了，我必须要去。就虽然我们那栋楼可能有阳，但是也要冒死出去给客人把眼镜先寄出去再说。这就是我们重庆最热闹的商业街，没人了，没人了。现在去找快递小哥取快递。我们对面的希尔顿酒店管控起来了，我们的大楼也封锁了。跟保安说了一下，然后上去把这几户质检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来了，说明天全部出不来了。没有问题啊。